电视节目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成功者不说的事，那我们就逼他们说出来。电视夜间部，没有搞来，我是助教导师马萨鲁萨娟娟。是的，如果你今天你要开一家店，你想开什么店？我自己吗？我还蛮，其实我很有点向往开咖啡店啊，因为我很爱喝咖啡。对，我就是本着跟我妈一样，就是自己既然很爱吃槟榔，那我们就开一家槟榔店。哦，一样的逻辑，就是你很爱喝咖啡，就是想说开一间咖啡厅就对了。对，其实我很想要开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你要开什么？游乐园。吓死我！你知道我在冒冷汗，想说你想开的店，我们这里可以讲吗？当然可以。干嘛？对不对？你以为我要开什么店？鸭店哦。没有。烧烤。烧鸭店。对，烧烤店。烧烤店。你真的很适合开烧烤店，因为他真的高山民族很会烤肉，他烤肉真的很好吃。哎呀，不行，这样讲了。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朋友太多了。哦，对对，然后来了我又打肿脸充胖子，哎，你不用打肿脸了，不是，等一下，啊，不用打肿脸，好不好？我自己请，对对对，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太外放。对，因为我们一个还没有开始做生意，另外一个做了生意之后呢，结果不是很令人满意，所以今天要来请教四位成功者。是的，到底他们是为什么成功的？真的很厉害，成功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首先邀请我们的阿里山的郑伦。我是从阿里山乐野部落来的，那我的名字叫阿赖郑伦，对，那我正好是开咖啡厅的，对啊，那不好意思，咖啡就是挡住这个电波，咖啡是从种植到加工、烘焙、销售都自己来，一条龙包办，一手包办，漂亮，对，所谓的咖啡王子就是他了，对，所以今天就要好好可以等一下来听一下他怎么开店，是的，接下来是我的雅吉了哈，好，是。来自我们乌来的阿妹，阿妹你好，我是乌来部落从事民宿跟餐饮的阿妹上岸。好，大家好，欢迎你哦。你好，旁边这一位，我的好朋友，各位好，我是来自金峰乡碧茂村的四中浓鲜和度恰到好处，你们好。哎，你好。接下来是来自我们好茶的好朋友，是的，小宝，我是来自屏东雾台乡的好茶部落，山地名字叫做乐乐，沙宝，哦，沙宝，蛮嫩嫩哎。今天在座的三位哦，除了大姐以外啦，是的，大姐是雍容华贵，其他三位看起来都是很年轻的哈，对，感觉上哎，这么年轻会成功吗？不要怀疑，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在经营生意方面的经验，当然也会邀请到很厉害的专家。首先第一位欢迎我们的资深财经记者唐姿莲，唐小姐。大家好，我是唐姿莲。Hello， 欢迎你啊！旁边是我们的赖招财赖牧师。大家好，我从屏东来，台湾族母鹿。你好。我先要让大家，因为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这些部落代表成功者，他们在部落经营生意，他的成功之道，他们在做什么生意？对，好，先来了解一下好了。好，郑伦，你在部落里面是在做什么的？兰花是我们家的主业，那咖啡是我的主业，但是我们家里的副业。哦，那家里除了这两样之外，我们还有，其实还有，茶叶，茶有，其实有茶，你自己有种茶，对，我自己有种茶，还有露营区，还有咖啡厅，这些经营项目啦，那就是其实这些很多都是我老爸慢慢去打下了一些天下啦，是才有办法让我就是放心的去做咖啡这个，但是咖啡是你自己后来自己创业的嘛，对不对？对，就是从摸索开始，然后到渐渐熟悉之后就开始在研究，所以我就是比较在专心在做咖啡研究这个项目啦。那个时候你做咖啡的时候，应该是所有部落里面只有你在做咖啡吗？其实都有零星的在做，只是说可能也是像我一样，就是做好玩的。刚开始就是因为等于说有点像在恶搞咖啡一样。而且我听说你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你好像不喝咖啡。对，我其实不喝咖啡。对，啊，对，所以就很好奇。其实就是从好奇，到变成一个兴趣。那兴趣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专业，那就是用这个专业来换取我所要的经济收入。不错。所以我就是目前是以这种方式开咖啡厅，然后接触到各地不同的算是客户啊朋友，那
渐渐就是累积自己的人脉，那有这些人脉帮你介绍更新的客户进来，所以你这样做，你可能刚开始做会比较辛苦，可是你做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其实会比较轻松的。对，而且大老师你知道吗？其实在做咖啡的人很多，这轮的咖啡豆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是因为它曾经得过全台湾的咖啡豆冠军。它有得过冠军的咖啡豆，对不对？对，就是2007年有拿到古坑咖啡豆比赛的冠军。对，对，所以其实全台湾的一个比赛咖啡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原住民地区种咖啡都是我害的。对哦，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当中，感觉咖啡厅是一个很梦幻的职业，是，但是其实它很多困难的地方，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廉价低价的进口豆？那你要怎么去推销你自己？哦，高价，那你自认为品质高的咖啡豆，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对，那当中有很多小细节都要注意。好，这小细节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好好的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阿木大姐。其实我是本来是公务人员，后来想说转换一下生活方式，然后也是投入在这个民宿。当时乌来还没有说很普遍，好像20几年前，对不对？那个时候十几年做民宿的很少哦。有公家辅导的，可是都没有成功。私人的都因为他们把那个辅导当作是，补助性的，所以那个业务后来就没有。后来想说好可惜，我就自己先做，退休就毅然退休，退休开始很用心的去。为了想让人家知道，这个民宿是很好的，你把所有的退休金都投入进去了。对，然后就，把孩子通通，有的还在国外，后来就回来，变成一种家族的一个事业，家族事业。阿木大姐，你经营民宿多久了？经营大概快20年，后来现在是该转弯的时候了。要进农场，要到山上去了。因为现在要拓展另外一种了。这个小孩子都没有，因为乌来这个生态已经开始在改变。是。所以我们总是要懂得转弯嘛，一直碰那里要转的嘛，一直往里面的话会。那怎么死啊？所以要转个弯，转个弯还好。我在生意好的时候，生意好的时候，我就买了2笔地啊，那个可以让我去好好的玩呢。总共15甲这样。好好的玩，总共15甲。我是讲这个该去转弯的时候，可是他在上帝要不要我允许走，我还在等。好了，就他在做他之后的一个旅游的规划。你知道大老板就讲这个声音，我们一般人就觉得，我买了2笔地，然后啊，就是好好的玩嘛，这大概15甲，距离上面，我离我自己的那个中间，今天的感觉上哦，对，没有几分就觉得很大了。一半是给那个山猪玩的地方啊，因为都是动物，因为想说都厨子嘛，都是贵族啊，那一半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呐，大概只能耕作大概一半的。那个雅吉，你真的很厉害呢！你要是你会骗山猪到你的地上玩，然后我们就一直有山猪肉。要是竹笋的，欢迎你们去采啦。山猪会自己进贡的，有没有？欢迎大家来体验做陷阱，有没有？我真的很需要学校嘛，学校开始，够玩有点地大，对不对？这个很酷，这个很酷。对，哎，接下来我的好朋友志仲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你在部落经营什么？我在部落经营是复合式的商店，有杂货店，卡拉 OK、网咖、转球、芦苇以及民宿，诸类种种嘛。其实当初你一开始好像不是这个是家里的事业吗？是的。那一开始没有要接，对不对？你本来的本行是做什么？我本来本行是报效国家，职业军人。是，职业军人。对，他有做到连长哦。连长是不是？是的，关键还蛮大的。可是你知道军人的生活跟做生意是完全两码子事的。你一开始怎么会想要接？刚开始。怎么会想要接？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说嘛。包括那个契机，也发觉说，个人喜欢在这个生意的部分啊。对，想要像，就看到很多部落的，我看到很多商机，怎么没有人想到？可是，在部落上面会看到什么样的商机？我真的很特
觉得很好奇。对啊，嗯，例如我曾经在马祖当过兵，他们的网咖的经营模式是包厢式的那种方式，嗯，在这个部落就没有这种模式，我们引进来，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喜欢隐秘啦，一人一间，你价格可以提高，他们又喜欢有隐秘性，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的心态，那或者是商店部分，商店部分可能是老一辈的经营模式会比较属于，随意摆放，那现在是我们现在是时代演变，我们走着人家的好，就是那些便利商店，那些大卖场，他们摆设方式，动线呐，缩小规模，吸收人家的好。所以在陈列方面，他自己本身也有做一些功课。不过我还蛮好奇你那个杂货店的摆设会有什么关系？对啊，会有什么关系啊？灯光就有关系。灯光摆设方便，昏昏暗暗沉沉的，你看了就觉得脏脏的。所以你什么会摆前面？比较少用到的会摆前面。你知道吗？他那个逻辑是冰箱放在最后面。对，我走过去，我看到，例如说，我看到东西，我要买这个东西，但是我看到那么多，看到比较少用到，可能人家又想到说，我很像有缺，缺个沐浴乳，对，缺个牙刷，是，对对，少用到的放在前面，然后常用到的放在后面，就像大卖场一样。为什么大卖场要绕一圈？从这个门进去，从那个门出来，他就是逼你什么都要看一下。对，那你突然想到说，很刚刚是无这种物件啊。对，你刚台湾跟台语啊，都台教练等的呀。好了，我们再问一下金融，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我们现在在部落在推的，在经营的是接待家庭。那因为我们那个部落是新的，就是因为八八水灾之后的一个永久屋基地，叫林那里。所以我们也是因为透过这个风灾之后，也一直在想到底来到新居地，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最重要当然也是希望透过接待家庭，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力量，就可以制造很多的商机。其实一开始是在国外的 homestay 的观念，对不对？然后就变成说你 homestay 的地方就变成在部落，那他们一次就会很多人一起，然后到永久屋那边去体验我们原住民的生活，然后他用卢凯族的文化去接待他，这样。两天一夜的旅程啊，你不是可以只是住在永久屋里面而已，周边的一些景点啊，看你要往山线、往海线，还是你要文化深度之旅，他们这边都可以去帮你做一个安排，食材也一起跟家人一起去采，就是能够把热情化成专业，这是他最重要的部分。对，这个特质是很多所有几乎所有的成功创业者上面都会有。你对写作有兴趣吗？你对编剧有梦想吗？原氏2013寻找编剧人才活动报名时间为民国102年4月8日至4月22日止。对编剧课程有兴趣的族人朋友优先录取哦。详细内容请至原氏网站查询。前入围者会率先进棚挑战啊，并且顺利的取得2013年部落新舞台的新科卫冕者呢？全新一季的部落新舞台即将隆重登场。你我还剩下什么？我一无所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马萨达萨杜吉达，有伊涅拉古吉达。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不用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半至9点半，尽情锁定我们的部落新舞台，原住民。其实牧师也跑过很多部落嘛，对不对？你看到部落有很多人在做生意，就大概做什么的？过去大概是比较单一化了，就是烤肉啦，杂货店啊，什么都有的杂货店啊。但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样性，多样性。
包括泡泡红茶啦，哈，饮料店啊都出现了。摇摇杯那种。摇摇杯那些都有。是是是。那不只是把平地的或者是国外的那种他们的方式，也结合我们自己原住民的部分哈。有复合式的，啊，复合式就是有自己的特色之外，也沿用其他族群，叫国外的他们的特色用在部落里面。所以那方向越来越多。那我这样看的时候，那种多样性呢？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就是有蛮多的个人或者是家庭呢，他们就是打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特色，就想要呈现他们的村庄里面所卖的东西是可能跟别人没有的，或是可以相同，但是它有特殊的地方，口感啊，视觉上的感觉啊。所以就那个赖牧师，你们那边部落的话，有什么样子的产品或者是商品是跟别的地方觉得不太一样？对，如果说我要讲的话哈，那个那边提到一个他们卖面哈，卖干面的，有几家是没有错了。不过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住家是他们常去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什么样的背景，他们都喜欢去那个地方。后来我就去吃的时候呢，我感觉到那种有妈妈的味道了哈。他做的不是太精致的方式，就很随心很随意的感觉。我们之前有那个记忆了。我们之前就好像妈妈她煮面的时候那种感觉在那个地方。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谈话啊是非常的亲切。对。没有那种隔阂，所以在人里面人的关系被建立起来，那个地方的场域感觉到很舒适，就像我家一样。那吃起来就像我妈妈所煮的东西，很亲切。所以像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场域呢，他们所卖的面，好多人去那个地方，你也可以在那边聊起来啊，什么都聊。对。就像我们家客厅一样，我们家的客厅搬到那个地方去，大家都围拢在那边一起来吃饭的时候，什么都聊。他也跟着一起聊。像这样他的生意不错。对。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的价钱很中道。蛮不错的。你三四十块也可以吃到也蛮饱的。50块多加一个蛋也不错。所以比较没有负担的，吃起来蛮不错的。其实像赖牧师讲这个，就有时候我们会一定回家要吃到某些东西才觉得我有回家了。对对，就是家乡的味道啦，在部落里面就会这样有小吃店的经营模式。没错。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唐老师，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讲创业嘛，什么样子的个性的人大概比较适合创业，或是创业家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创业特质，我觉得。刚才咖啡王子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把热情化成专业，这是他最重要的部分。对，这个特质是很多所有几乎所有的成功创业者上面都会有，因为有这样的热情，他才会去做研发，他会做创新，他会做其他的更多的一些延伸，对。所以你要一定要够热情嘛，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质？他会比较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对，不怕失败。对，他对于新的事物，他其实因为很多，其实一般人性来讲，对于新的事物通常都是比较害怕的。对。但是如果说像成功的创业者的话，他基本上对于新的事物，他是想要去 try， 对，他想要去试看看。那试看看之后是否会成功？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挫折，也许有些人就会觉得那算了，这个新的东西不适合我，我这种老 Coco 的人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在这些成功创业者上面，他们就会去再做研发，再做微调，对，所以他们会在对于新的事物，他们是勇敢尝试，而且他们甚至还可以再做一些调整的。可是这个研发微调再做新的产品，我告诉你，这都会牵扯到钱嘞。对不对？像我就很好奇，你们的一开始创业的那一种筹措资金的资金是怎么来的？资金哦，那我刚开始是有老爸支持啊，就是做咖啡，那可能初步的一些可能加工器材，可能就是我爸，像比如说刚开始要去皮，要脱壳、烘豆这些，我爸会稍微资助我一些。可是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像店面里面的器材，都是我自己支出。那这个支出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家从来都不贷款。对，那我们不会去也不会去接受政府补助。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今天想要做什么，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样给自己压力，这样才有办法一下跳比较远。因为你今天长期的受到政府补助，你肯定会惯性的一个习惯，就是就变有点安逸，对不对？对，我今天就是可能今天要做这个东西，我就在等政府补助。可能这个补助下来时间是半年，他就等半年。
哇，哦，那半年的对，那这半年的时间，你可能就是就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动力去做，就要等那个做你想要做的事下来，对，就等经费下来。哦，所以就会空耗时间在那个地方。嗯，然后呢，你接受政府补助，那你就会有压力。嗯，你会被人家扳手扳脚，哦，那我今天用我自己的钱做什么样的事，这个都是我自己负责，嗯，哦，我成功失败都是我要自己负责，所以你会更认真去做这个东西。那我们的阿木易大姐呢，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说你的资金是退休金吗？退休金，退休金都下去了哈，然后刚开始这三年还好，都是教会的团体来了，教会团体来，亲朋好友开始，然后就三年以后开始我来推那个温泉，那后来没有人来，他问我有没有温泉，没有，我开始我先生就开始去找温泉，找温泉，因为那个侄子啊就要从河边，嗯，那可是我们被汉人被赶了好几次，嗯，就不能挖，不能在这里。那后来找到一个很烫的地方，嗯，以前你们到乌来在常常冒烟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嗯，当然当中有很多难过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拿，嗯，这不是，我说这是上帝创造的万物，为什么，而且我们是原住民，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嗯，而且很想跟他们争，可是后来我现在就不要，就一直忍下来，就默默找到以后，我就跟我先生，我们没有这个了，不要了，我一直很负面的，可是我先生很有信心，他说牧师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王子吗？我们不是乞丐，吃掉下来的东西，我很感动，我就开始就一直在当中祷告，然后就很奇妙的，我也没钱，开始也没收入，后来刚好有一个真的是姐妹，不是说很熟的，就是在一起聚会啊，她突然问说你应该要有温泉，我说对呀，我说我是我这个资金要你要多少，我说我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从来不求人，嗯，结果她说80万可以吗？我说奇怪，这怎么会这样？我说人啊，你怎么给我这样的恩待我哈？后来他就二话不说给我80万，我就开始有很有信心的找，然后找以后，人家最烫的地方不好施工，啊，人家都在那里的边边，我们在最烫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大家台团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抽到冷水，我们还是很烫。哦，所以我觉得当初的委屈哈，嗯，是原来是要成就我将来也不会有冷水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这样过来。其实当中也是那个心哈，一直说我一定要，因为我已经投资下店，我一定要好好做。那他给我的80万不够，我就开始开支票了。我一直发抖，我说这个支票能不能成哦？我一直在那边，后来就十一月开始运作温泉，二月就把所有的还完。我开出去的100多万的支票也还完。哦，啊，我说哎，还好是时机啦。嗯，所以后来开始一直好多。都忙的，所以现在身体不好，要转弯的。啊，要转弯。世宗，你刚开始的那个杂货店的创业基金，你有需要准备吗？钱花的也不会说从像接大哥大姐一样。是，我是持半路出家，所以比他们还要幸运很多了，也感谢长辈们这样子。家人的支持。对，但是还是觉得说，这其他部分的装潢啊、整件啊、改造或者是创新的部分，当然是用退休金的部分。这个也是我老婆那边帮忙很多了，是，因为当兵那么久了都没有存钱，都没有存钱。做生意开始才知道要存钱。对啊，我都是从退休金之后，从老婆那边，我只会赚钱，不会守钱。对，他帮我一点一点存到之后，买东西就跟大哥一样，存到了买，存到了买，我们也不贷款，所以也是不贷款，哦，这是他们的共通之处，哦，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完全不太一样，对啊，不过金龙这边就应该需要很大的资金吗？不需要，就不需要了。对，我没有花到什么，就是
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事业是人的事业，对，对，我们没有花到什么样的资金，就现有的东西，有可能稍微要有的就是买新的被单，只是为了要让来访的人他住的是舒服的，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谈这个经营人的事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地方，尤其是人多问题就多，对，那么从两个人愿意，从两个家庭愿意做接待家庭到五户十户，其实对我在带的人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鼓励哈，能够让部落的人看到，奇怪，做接待家庭不错，他们每天都穿着背心，戴着花环，然后每次都在广播说接待家庭要开检讨会之类的哈，那到现在已经35户，其实很多的感动哈，尤其是我们好茶的状况跟其他状况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确实他。很多面临一些生活机能的问题，那原乡也无法去经营，是因为这个道路完全中断哈，那政府也没有力再去帮忙，包括到现在好茶也还在打国家赔偿，所以瞒了很多的事情。那接待家庭其实后来我觉得它是一个部落就因为历经了这么多的灾害哈，我每一个人的心后一直越来越远了，那我们如何做一个不用花钱的一个产业，重新让部落的凝聚力重新找回来，就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拼回来，连接起来。然后透过接待家庭，我们可以制造什么？我们解决，我们怎么样在部落制造吃喝玩乐、食衣住行的这样子的商机哈，确实是我们当时一直在想的。那也很感谢商机这个正面的力量，确实能够。带动大家的一种，其实它就是一种一票玩到底的概念啦。没有，如果今天来到我这个地方是这样，你们乍看之下金融好像不用花资金很轻松，你们错了，因为他在奔走之间哦，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他造成的精神压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如果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真正的可以叫做深度的旅游。就不再是一般我们以前那种走马看花。对，就请大家呢，我们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哈。哎呀，太棒了！大家 Google 一下好茶部落好不好？那今天呢，他们这四位成功者在这里，那我们电视前面还有两位还尚未成功者。是的，我们需要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没错，我们到底是差了哪几件事没做到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可能会让你触发了某个灵感，它可能有某个产品让你可以激发你的创意，有些时候你本能想 say no 的时候，你说好试看看，成功者只差了这八件事情，没错，到底是哪八件事？我们有请唐老师。好，我们来看看你跟成功者之间差了哪八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你能不能够不顾一切，就是要找到你有热情的事。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都是你有热情的话，很多事情你是可以不吃不喝，你都可以愿意去把它完成。可以，可以的，这个简单。是例如冰糖胎吗？OK 的，没问题。好，第二件事情是投入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不分昼夜，不计报酬。在这边不计报酬的部分，当然我们讲的是
前是前期的时候，当然你是生意人，在商言商，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完全不计报酬的。但是在你前置作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愿意破釜沉舟去为了你想要做的事情，是指这一块。不管是精神啦，对，或者是你的时间，甚至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也许你是需要牺牲一些陪伴家人或者是女朋友、男朋友的一些时间，都是有可能的。我可以，你看我只剩六项，剩六个喽。好，很好，再来。来，第三件事情是专心做你有热情的事情，直到变成达人。专心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其实很多人以为创业它是可以兼差的，我就是出钱，我投资，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去在这里面去投入。那其实他这边希望做的是专心做你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完全全神贯注在这个事业上面。那最好像我们咖啡王子一样把自己变成达人，对，因为变成达人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你可以再发展其他的什么样的事情。在第四呢是自我鞭策，甚至借助外力来鞭策自己。对，比如说太太啊、女朋友啊、家人、妈妈啊，对，我不行的时候，马上拿水管抽我。也是一种，但另外一种也许也是竞赛。对，竞赛的方式也许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加分。对，你就用竞争的方式才知道，对，你也知道自己的层次在哪里，你的程度在哪里。在第五呢是不放过任何触发灵感的机会。这有点抽象，这个有点抽象，但是我这次刚好在看刘轩有一本书，就是刘墉的儿子，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运用刚好这两个字。有的时候你可能错过跟一个朋友，他可能从美国过来，你可以跟他聊天，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其实他要跟你谈的事情有可能会让你触发了某个灵感，他可能有某个产品让你可以激发你的创意。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拒绝，很本能的去拒绝一些机会，是，但其实你要运用的是，有些时候你本能想 say no 的时候，你说好试看看，也许是可以触发你的灵感。丢席都丢啊，丢，是不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对对对，来得巧不如来得妙。是。在第六是近乎完美主义，一直要想要做得更好。但就像四位一样，就是你们会希望从小小的规模开始，那之后可以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好，不见得是规模变大，也许是触角更延伸，都是有可能的。再来第七个是用你所热爱的事情解决别人的问题。其实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大家现在在做创业，其实都在解决别人的问题。不管你开的是吃的、住的、用的，还是任何服务类型的，其实都是在服务，都是在解决别人的问题。没错，很棒。再来第八个的话是撑过失败、批评和长时间的考验。这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这就是成功者跟我们的差别。因为成功者他其实在接受失败的这部分，一般人都是失败就算了，或失败我就找下一条退路。但成功者他们对失败他们就是不找借口，找原因。老实说，这个在部落比较我还蛮好奇，他们应该也会这中间会遇到一些有些人的质疑啦，尤其是像金融，你在做人跟人沟通的行业，会不会一开始你要做的时候，那些住户他们会有不同的声音，就完全不看好你啊，就是什么、那個、什么用酒水药啊，还要叫别人去我家住，我们受在乎你、啊，还要睡你我的浴室，对、啊、对不对？他们会不会没办法接受？有酒屋可以做生意吗？如果有香港脚怎么办？他要讲了，荒唐。他说有酒屋可以做生意吗？很多人也这样子质疑、啊，对，他们都跟他们讲说，我们没有在做生意，我们做的是能够去制造更多服务的机会哈。那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在带一群老人家，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味道哈，这个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是人家会很喜欢的哈。所以我后来我们就在想，我们就开始讲说啊，我们也一定要做迎宾，然后迎宾要做什么重点哈？重点就是要讲故事哦，我讲什么故事哈？其实，当你把商品，假如它没有故事哈，它就没有办法去吸引消费者，它不会感动。那我们就讲说，我们到底要感动的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好茶的经过。我们入住这个永久屋之后，我们一切的这种负面的态度啊，受伤的情形啊，部落跟部落之间的关系啊，诸般此类的情形，我们如何哈成为一个很有力的故事，到让他们知道。其实蛮多一些，像福伦社他们一直很有，像去年他们来部落就是要
要捐助小朋友那个鞋子哈，嗯，那我就说一次就可以了啊。他们后来讲说还有没有要需要帮，我说我们现在部落要学的是如何手心向下，我们不要手心永远向上哈，嗯，所以我们会，我印象很深，在过年哈，也有三队的家人带了将近快二十个哈，加他们的孩子，三队的家人哈，然后一起来部落体验。我们在做迎宾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们的孩子都哭了。嗯，甚至有可能一日游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行销。可是我们在谈这个迎宾跟讲故事的过程哈，很多老人家就讲说那么麻烦，对，还要用花红，还要讲故事，给他们睡觉就好了，我们整理都整理累死了，你还要拿户口名簿给他看呢，我签几次了。哦，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就开始去沟通。对，重点是我们沟通不是用国语讲，要用母语讲，然后老人家又一边笑一边那个哈，然后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我们就用数据给他们看。我说我们做了接待家庭之后，也因为了讲了故事，做了迎宾之后，哦，甚至我们自己还有所谓的巡访哦，我们要一间一间有被安排接待家庭的，我们还有所谓的轮流的，现在我们有所谓的单一窗口，好，就是我们目前是这个产业协会，是，然后接了订单之后，哦，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安排，1号到35号，类似像这种，可是我们在谈的这个，当然很多的磨合期，我们怎么让老人家哈去懂什么叫做接待家庭？后来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接待家庭在做的是传福音的工作，因为来访的家人，我们做早餐，我们煮什么他就吃什么，他们最喜欢吃什么？他们不喜欢吃西式的东西，他们喜欢吃小米粥，小米红米粥，对，类似像这样。可是重点是我们这个就带入我们的信仰，来，我们一起为你们祷告。他们是信别的宗教，因为我们一直要求就是入境随俗。那我就开始讲说，我要怎么样让我解释跟怎么样把这种负面的东西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功课。对，所以其实他就是一直会遭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跟负面的情况了。对，但是一样的，我们年轻人就是讲，我们不要怕被笑，母语讲不好也没有关系，一次两次讲习惯了，老人家就会理解了。那今天他们除了在现场呢，也有带有关于他们结合的一些创意的商品。哦，有带商品来？当然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这样，这个是打卡工作坊的，打卡工作坊，哎，他做的，这是手工的，对，都手工做的，因为叶桃编织在鲁凯族跟排湾族它很盛行，对，来拍呀。他们是怎么骗我的？啊，小姐小姐，我们原住民不会骗人的，你不要管，好好好好好，不要管。角落里，孤单单，这个是五万块钱，你今天早上在学校乞讨了什么东西？真的太棒了！还是要站的，然而是城市里最危险的猎人游戏，残酷的让你欢喜，谁输梦境，谁会是最后？我绑了钱。每周六晚间9点，《城市猎人》原视16频道。是吧？不要的，我都上面没事，我身后的利用卡呢，没上面马格斯都五十那苦练。但是面过来，我身后拉给卡呢，罗训练啥不打干，罗马也加上个五五那个啥道，是把俺们罗后训练，没上面两岸来，没上面爬背，没上面马克西亚。其实现在就来看一下他们的产品了。是的，首先我们邀请第一位是郑伦，对不对？是的，来介绍他的冠军咖啡。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已经种出了这些产品，也加工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做最后的形象包装的工作，因为这个产品要出去是代表你自己的东西，对，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因为那这个跟这个 DM 其实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你完全自己设计，哦，这个呢，其实它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咖啡豆的样子，
哦，从外观看，因为这个像如果说你去外面展览去销售的话呢，这个就非常重要。因为展览的话呢，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去拿的东西，可是他拿这个东西，他会看为什么会去做这个造型，他会去想要去问为什么要做这个造型。我就说，因为我是做咖啡豆的，我就是做这个咖啡的造型。哦，你把它做成是一个咖啡的造型，他无形之中就会对我的印象有加分的作用。没错，如果你印象再不深刻，这边有他的照片。对，很多人说有点自恋哈。而且你想要看它的内容，只要把它打开，对对，就可以看得到了。像这个也是呢，这个也是我自己设计，因为我们周族的传统颜色，就是三种颜色。它的形状很特别，黑蓝红，黑蓝红，黑蓝红。然后呢，我们周族的图腾是三角形，我就把这个盒子做成有棱有角的形状，然后把这个色块加上去，一般外面的挂饰的包装都是做四方形的，对，大家都一样，对啊。可是当人家拿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奇怪的造型，特别。对，我刚刚看就觉得想要问说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个造型？我就会把我就会说这是加入我们的文化进去，我们周族的传统的色系跟图腾设计进去，所以这个产品一出去之后呢，其实大多数人的印象就会很深刻，对，就会记得我这个产品，对，而且这包装很漂亮，对，这样才能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产品有印象。对，因为你知道豆子啊，我们要喝了才知道。那一开始我们在看到包装的时候，先被它的包装吸引，我们才有机会喝到那一杯咖啡。没错，如果你只是拿这一包就卖人的话，这也是太过分了。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都有我的产品资讯，所以其实这一盒一个人买去，分散给办公室的人，其实他拿到这一包，他都可以找到我这家店。他的内包装也有啊，对，所以他资讯像我的什么住址、电话、联络方式都在这上，我的注册商标都看得到。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传递你自己的产品的好方法。哎，那他有想到，因为他想说你买一盒一定会分送给亲朋好友，亲朋好友喝了好喝要去哪里买？翻过来后面就看得到，漂亮。这个他都有设计过跟想过。哇，难怪你会成功。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对不对？要从外一直做到内，对，不断的去行销自己，行销自己。没错，而且等一下这一杯就会落入我的豆子当中。好，谢谢。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这就看手做的呢，对，阿木大姐来，我们中间请，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编织协会哈，我都是大做大的包包，可是每次做完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剩或者是买啊，这个是像一般小钱包嘛，钱包，对。也可以放，这个也放手机啊，也可以放行动电话。而且它用的色系是不是我们传统泰雅族在用的？是完全用手工编的。我手工编的。那这个是放笔套啊，也可以。放笔的，这个是这个是钥匙圈，你这样可以拿。哦。放钥匙，这很可爱。钥匙，然后小女生应该会喜欢。可以弄到里面啊，这个完全都是用手工编的。对，阿木印大姐，我想要问一下，这个是这个两个不太一样。最新型的是改良制的创作的，对，但是它编织上面就差很多，这个是不同的，完全用手工编的哦。这个，它那个我们有一个协会，有一个会理事啊，他们特别到日本去学，日本去学，有一个牧师陈牧师带他们去学，然后学回来，其实这个都很特别的。哎呦，哎，你听起来这个紫色很好看呢，手摸起来就好。这个是背心，其实它好，它是有一点像是拼布。但是又是用不同的那种编织的那种手法，是编起来的。它这个是从日本学来的一个编法，嘿。你看，这紫色很好看哎，对，很好看。真的放在你身上，焦点完全就是在那个围巾。做的七点就够了。真的是围巾真漂亮，我是说实在的。好，慧娜姐，就是这个，这是我们一个理事的，因为我一大早就跟他拿哈，因为他说他的东西都已经。卖光了，都卖光了。这个供不应求呢。对，所以现在他现在他们现在有订货才要做。好，都是就用预约制的方式就对。对，好。哦，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们喜欢这些，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的围巾，我喜欢，我要联络谁？找那个我们有一个各工坊哈，其实工所那边都有，官方都有资料。好，乌来区工所，乌来区工所，乌来区工所，现在已经变区了。哦，很多，像这个是。
打卡工作坊的。打卡工作坊。哎，他做的。那还有又刚刚穿的那个上一次穿的那个背心，那个披肩，那个手工也很棒。也是一个傻印工作坊。哦，等于就是说区公所有把它整个整合在网站上面。网站哦。所以你们喜欢的，你们就进去里面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金龙，金龙，它这是整套的呢。对，哎呦，它这个是伴手礼，就是说来部落之后可以带回去的一个伴手礼。然后它这是手工的，对，都手工做的，因为月桃编织在鲁凯族跟排湾族它很盛行。对，没错。然后很多平地朋友都很喜欢我们原住民的这个月桃编织，甚至在部落在深度导览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老人家在做前置的一些作业，月桃金的部分的一个处理跟编织，就是很真实的生活样貌。然后这个部分带回去，它就很有纪念价值。对啊，你知道这以前都是做这么小的，这么可爱的，我倒是。然后这个是就是叠古巴特，烙印上去的，这个也是。然后这个手工香皂都是我们灾后，透过公部门介绍一些老师教我们的一个，是，就是非常在地的一个伴手礼啊，感谢。漂亮，谢谢，好棒，好棒，好棒，哎。节目到最后了啊！我们今天只有三位了，他们是带他们的产品到现场啊，有一位一直坚决说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的产品了。对，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邀请世宗。哦，他到底要来怎么样 promote 他自己呢？对，其实你最厉害的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沟通跟那个互动，博感情的部分，对不对？稍微略知一二啦。哦，好，其实孔子有说过，这个叫做略懂略懂。今天要为我们示范的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政府地方，像上次台北灯节，是的，对，就会有一个摆摊的一个状况，就必须要叫卖嘛。对，是，这个有时候要靠很多人跟人的互动。我们原住民很多的产品是属于大家不懂的，如果我们一下子告诉他们，这个是香皂，这个是纺织，这个是咖啡，我们及时反映一些不同的因不同的状况，来推销出不同的产品，是的，这个部分。其实我知道，就是你们很强的一点就是。把商品赋予一些故事在这里面。对对对，比如说你买卤味嘛，你买鸡头，然后他送鸡脚，整只鸡都送给你。对对对，对，为什么不同的部位去区分？对对，哦，我们到了山下一样，就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啦，对不对？年轻人就是要懂得转，我们才会有机会嘛。是的，谢谢，谢谢师宗，感谢您好。哦，今天真的是让我们见识良多。对，除了说难怪怎么样？难怪他们会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对，而且其实我很。某些角度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生长的地方工作，在部落里面，对，他们并不需要外移啊，对不对？然后最后呢，我想要请赖招财牧师给我们在部落里面想要创业的年轻人一些鼓励。好，是，有关经营资金方面的哈，在原住民来讲，其实有蛮多优势哈，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租地方了哈，说不定住家就是我们的，那个地就是我们的，所以就是我们有蛮多优势应该去了解。那我这个地方提供一些可以做参考的观念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以最小的资金做最大的效益。最小不一定要去想大的，可能因为大可能会贷款啊。那以最小的资金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在没有资金的当中，仍然可以做出好生意了。没有资金的时候。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条件。比如像刚才说有住家啦，有土地啦，还有这些我们农产品啦，以现有的这些条件呢，做最好的善用，像刚才提到说小米粥啦，加上那红米啊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一面经营一面茁壮，而不是说什么都到位了我们才开始经营，那很容易会倒闭了，因为贷款也差不多了，这是这有关资金方面的一个考量。是，那另外一个就是原住民永续经营的一个五要哈，思考看看哈，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是一定要诚信，诚信很重要，不能用欺骗的方式，不能说拿别人的东西或一些东西就卖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其实这是死定了。比方说咖啡的部分，我发现一些我们的族人可能为了要量产，可能要重量多一点，结果把
还没有熟的咖啡跟熟的咖啡放在一起来采收，可能别人不知道的，人家吃得出来啊，闻得到。第二个就是要专业，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一定要做专业，去学习，多看书，多去学，接受训练。第三个就是我们产品要升级，服务要升级，啊，包括那个阿外啊、吉拉物哈，不是一天到晚就传统就那个样子。我们做在包装上，哎，在那个口感上，在嗅觉上，还有它的包装上面哈，色彩方面的做什么样的一种转变哈。再就是从来就是不能变的，就是要在地我们的在地的特色是什么？再怎么样做改变，仍然在地的地方，比如说刚才的咖啡，它的造型、它的色系。有它，我们一看就说啊，那是随州煮的。是的，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当然要曝光了。我们不能关在自己的家里面，前面都有了，结果都关起门来。啊，对。让人家不知道这个不行，所以应该打开门户，让别人知道。那很多的方式，包括上电视啦，像今天一样，像懂得宣传等等，宣传自己，懂得宣传自己，然后行销自己。那其实今天最主要呢，就是这四位的创业经验呢，给一些部落族人作为一个参考，对，跟建议。对，然后希望大家呢，在创业的过程上面呢，能够都很顺利，无往不利，没错，不利，无往不利啊！我们谢谢他们四位在这边跟我们分享，是的，谢谢四位，谢谢，也谢谢杨老师，谢谢，也感谢你的收看，不要忘记每天晚上8点要收看我们的电视夜间部，下次见。留在原乡，其实最大的目的，也就是针对这一个产业的部分，可以让整个变成是一个群聚产业，它是独一无二的。传统里面的故事都拿出来用，有一些传统的故事并不太清楚它的图腾意象的建构是什么，好像前人留下来的古密码，就像谜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这一个你看起来它很像是流体力学的东西，我这个就是柔情似水的意思。这一个有一个勇士头像，再过来有一个圆窝纹。这个圆窝纹呢，在人类学里面去研究，麦田圈也很多圆窝纹，那个是无限循环跟无限延伸的意思。不要为文创而文创，也要去发掘文化内涵跟深度的东西，去挖出来，而不是在浅盘上面，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这个很浅的这一个文化里面去打造。请设计师或者是部落，哪一个部落里面非常有想法的一种很有设计概念的啊原住民的，帮忙为这个部落想，他应该用什么东西？他听一听他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如何把这个故事的精神点转换成一个商品。我们也很希望它是一个真正代表着万山部落的产业，然后也凸显了万山它的文化标记的一种图腾。小孩子就是这样爱玩自己跌倒的吗？他就喜欢摸东摸西的，自己闯祸了。那就是打破杯子，然后踩到玻璃碎片啦。哦，他感冒了耶，今天要在家休息耶。看什么？我在教小孩。悲剧是谎言的终点，一通电话给孩子一个机会。家国都黑呀，你是才坏苦为坏路有龙，格单面个人家，就是跟得都木个瓦斯个，手拿努什么有个个啥坏的路因龙安达，毛啥不拉个跟汉达。Ku kuas ru lubuna atayal ku ingka, mermaras ku lelaki akin hab kasun makabak ku kay atayal mahaku inungannya. Nyes pagwas ko pingkabakan niya sa merajut inyungan mo sa kapas ko kakiyunam. Wal niya pagilgun kaya ko gaga na kibagaysan uzi. Kinbakan inlungan ro inbahan ko tunog ka. Niya si tigil-tigil matu kahol ko kanahan niya uzi. Nyes kahol ko kwas magbabaks ko na rahadyal ragragyak ro kakiyunam. Nyes te kahul ku kuas pesebak mermaras ku lelaki uji. Sepiang makurangi gak isu.